杨超越暖心时刻又来了，博主画了杨超越仿妆，被部分评论挑刺攻击，杨超越画得很好看，记得拍步骤教其他姐妹。有人说我长得好看，我辟谣并没有，我的美丽是我费尽心思的，谢谢。世界上没有容易的事，这句话真的坦荡又温暖。